那其实呢，其实我们现在节目已经慢慢的接近尾声了哈、哦。那其实刚刚好多人都在看，好多人在问说，可不可以清唱一段啊？可以啊。可以吗？可以为我们清唱一段吗？你们要点歌吗？啊，现在可以点歌哦，这只能点一首歌。对，点歌。新专辑的歌。新专辑的歌。一样爱着你吗？还是？就一样爱着你好了，不如来一下一样爱着你。好。哎，我看到好多，赶快。爱着你，看。我给你们三秒哦。点歌的赶快哦，要像一样爱着你吗？哎、欸，有我的歌哎、欸，我不想弄，我不想弄，我不想听哎、欸。他觉得在嘴嘴妹妹一个人独唱而已。为你写吗？啊，不是，早上的很一样爱，一样爱着你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唱一样爱着你。好，那我们唱一样爱着你。OK。我还是一样的爱着你，不管多少人劝我放弃，有时候我会很记忆回忆，这是你可以给我的勇气。我还是一样的爱着你，等待幸福更不需要怀疑，我知道我可以一直这样爱你。哇，非常的好听！你看，很多网友都说哇，他每天都唱白兔的《一样爱着你》呢。哇，那这首歌也是刚好是我们出那本书的主题曲，它是有副单曲在里面、啊、，MV 也非常的漂亮啊。对，然后就是可以边看书，然后边听我们的歌曲，不断的重播，对，重播到明年。哦，好，那明年没有就重播，再一直到你们出下一张专辑，都只能听这首歌哈，就一直只能听这首歌。然后他说，哎，有人说这个。